始已经进入了我的梦，在我的视线里面出现了很多我不想见到的东西，不断地缠绕住我，但是有很多我很想争取的东西，偏偏就有一种力量阻止我去追寻，他很辛苦，这种压迫感想令到我能离开。在这刹那或者不想过来，梦里见到的东西已经消失，经历的痛可能是这一世都不会忘记，就好像一段甜蜜幸福的爱情可能只是一种噩梦的一次。